感恩。哎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，好好好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啊。好，感恩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啊，我是53年属蛇的。53年属蛇的，你想看什么？告诉我。看身体，看肝功，还有疝气。我现在告诉你啊。嗯。第一，你这个图腾看出来，你的胆子小得不得了。嗯。而且你非常怕死啊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嗯。实际上，我现在看你肝功能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你是脂肪肝，再加上肝有点硬化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嗯。所以你整天觉得人很累。我劝你不要再喝酒了。我都没有喝酒。没喝酒，你过去喝过。过去喝过，对。好了，过去做过坏事，现在不做了。嗯。那有报应的呀，那因缘果报，听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哎，不要了。你看我刚刚说他的胆子小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他怕老婆。你看他老婆来了。听得懂吗？嗯。他老婆可厉害了。哎，站起来。请你老婆原谅他，让他站起来。好好好，好，你不要怕他。嗯。你再这样的，你肝功能被他吓出来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老婆很好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他说我老婆对我很好的。是。我告诉你，怕老婆是咱们做男人的美德。是是。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啊、看一下我的疝气。看你什么疝气呀、啊？等等啊，右面，右面有点脱落，是，右面掉下来了，是是，啊、嗯，你们知道什么叫疝气吗？小肠气，对 对, 对，它右面掉下来了，所以这里经常有胀胀鼓鼓的感觉，对，对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已经蛮大了，哦、希望你做手术，这个念经提不上去的。手术医生说做不了的，垫块东西，你去找专家医生垫块东西。他已经动了2次手术了，不能再动了。他肝功动了2次了。他垫过东西没有啊？有啊，医生说要有了一块塑料的。医生说要过3年才可以动的，现在不能动的。嗯。你这样好吧？嗯。你念180遍心经，嗯，240遍大悲咒，嗯，念5遍礼佛、嗯，连续念半个月，念完之后，你去找会有一个专家医生，到你的生活当中来，你就托朋友，这个人会帮你马上解决。哦，感恩感恩。好吧。我告诉你，菩萨有时候他不会给你动手术，不会给你开刀，他帮你找到个好医生，他就是在救你呀、啊。那我现在念经的质量怎么样呢？他还念经质量？我现在每天早上都5点钟都起来了。你人很好的，你真的很好。真的。我告诉你呀、啊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真的很好玩的。你太太啊，爱你啊，就像爱孩子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上辈子就是他的儿子了。他照顾你，照顾的来就像儿子一样照顾你的。嗯。什么都要安排好的。是是。嗯。哦，你有一点点毛病啊，你要注意啊，嗯、你的痔疮啊、哦，你的痔疮要脱落。我现在是没有痔疮啊，你很快又会脱落。哦，你要听台长话，赶快念经，听得懂吧？嗯嗯，他挺好玩的，我看他这个图腾一直在跳。嗯，你要注意啊，你们两个要注意啊，就是你们两个人对。这个你这个太太对她的妈妈和对她的妈妈或者她的爸爸，你要特别要孝顺一点。你们两个不够孝顺，听得懂吗？他们两个有怨气，我讲对不对啊？好改毛病了。啊。
其他的没什么，主要问题他听他老婆的，他老婆对他妈妈有意见。好了，疝气会找到好医生，这两天好好的泡泡脚，放点黄酒泡泡脚，好吗？我问一个八三年属八零年十二月十七号属猴子、哎。你可以，你的命根当中可以跟你太太开一个小生意的，两个人可以开个小生意。听得懂吗？现在老了不做了，什么都不做了，就念佛了。过去开过没有啦？没开过啊、现在麻烦了。其实你两个可以开个生意，可以赚很多钱的。那现在还可以。哇，你的太太手很巧哎，什么都会做。嗯，好了，最后一个。八零年十二月十七号了。八零年什么？八零年十二月十七号属猴的。想问什么？想问身体事业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哦呦，他婚姻还没有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命根当中两次婚姻。听不懂啊？啊，我就告诉你，他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，你要叫他特别当心。如果他在这次结婚之前有一个曾经谈过一年以上的，那么就算过去了一个婚姻，明白了吗？那他现在有一个女儿了。哎呀，那离婚的人哪没有孩子啊？怎么听不懂的啦？啊，不能再问。嗯，谢谢。听得懂吗？谢谢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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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想家里好，我今天帮你毛病已经检出来了，你要对父母亲孝顺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父母亲两个人很厉害的，他们会念经的，他们经常恨你，你就倒霉，听得懂吗？哎，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哎，怎么搞不清楚的了？嗯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好，下一个。